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我高丽大厂附近的二楼的新房，这么贵，设计好家，床三个抽屉，这窗帘也有，窗口也有，衣柜、书桌、密码锁、鞋柜，这鞋柜很大呢，然后冰箱。微波炉新的，水池，滚筒洗衣机，这电磁炉这啊，卫生间挺好的，马桶、洗脸的啊，卫生间真的很干净。然后仓库卫生间也是超超通风好，房子整个房子很挺不错的。这住外面前面挡住了，就一个缺点，前什么都很好，前面挡住了，房子真的很高档的。是吧？真的很高档呀，不错的房子。金公公。